请姐姐们前来领取任务卡。有任务卡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各位姐姐，为了更好地备战复活挑战赛，复活挑战团需要推选出一名 leader。先毛遂自荐。来，想当团长的请举手。3、2、1，我可以当。朵姐一个。没有第二位。我觉得我在女团的知识跟任何队形啊，还有舞蹈方面，我是完全可以帮助到大家的。我淘汰的前两期，我都一直在当队长。如果真的需要我来当这个队长，我是肯定可以胜任的。我在其他的地方都当过，但是我没有在这里当过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当 leader。对于我来讲 ，leader 就是一个服务者。对。我怎么把这一件事情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是有很多的困难的。我们想要逆袭，是要付出比那两队要加倍的努力。我是不是可以贡献一点我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？好的，来吧，我们1、2、3指吧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指。好，高票当选，恭喜朵姐，恭喜我们队长，谢谢你们信任我。